不起来吗？哎，不是说柯文哲帮他拍推荐影片，他不知情？怎么柯文哲才刚下车，无党籍北斗镇长补选候选人颜宏麟立刻迎上前，黏 T T。加油啊！讲加油啊！你的柯市长，来对公报道这个小弟哦，表示关心。无党籍镇长候选人颜宏麟前一天才跟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同台，刚办完演唱会的柯文哲隔一天也马不停蹄南下合体抢浮选，较劲意味尽在不言中。明明是来帮忙浮选，但无论是拍照或献花，柯文哲似乎跟彰化县议长谢典林比较熟。巧的是，颜宏麟、谢典林前一天都跟郭台铭同台过。劣迹地主之谊，侯友宜来我也是以礼相待嘛，那赖清德来我还是有空我也是会来。郭柯抢着拉拢无党籍颜宏麟，让北斗镇长补选成为总统大选前哨战。一周前，总统蔡英文才亲自出席，力挺民进党籍候选人江雄一峰。翻转咱的彰化的农业地带，这需要的运，需要咱的定定。如今郭柯两人接力出席拉台无党籍颜宏麟，7月31日赖清德也将到访，主帅齐聚北斗镇，也替2024总统大选增添几分烟硝味。三立新闻林凯君、廖炳君彰化报道。